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的原因，因为刚才到户外去看的时候，光线是变形的啊，光线变形了，有的地方被压缩了啊，所以呢，看出去天空比原来有点变形了，变形的时候，眼睛看的时候，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呢，这种细微的变化要长期观测才能感觉出特色，因为天上那个参照物比较难找嘛，除了云之外还有几个星星，这几个星星呢，因为不像平时不是太多时间观察的时候，突然去观察那看不出这里变化来，以后就练出一个哪个星星移动了一点点距离，但实际上没移动，是下面有个飞碟，一个有个像一个透明的一个透镜放在那边，把光线有所改变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到，这个这种也是要长期练习，才能判断得出来的啊，基本上这样啊，外星又碰了我一下，再有机会就再锻炼一下啊，那我白天再看吧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